什么？干贝拿一点啊。没有啊。再讲快一点，冰出来。现在要等花枝丸。啊，你要等花枝丸？哦，你们要买花枝丸。要擦干净啊，拿不动，对不对？他也要洗身体啊。身体脏，那怎么吃？就像你一样，洗干净，晚上就可以吃的。来，鲑鱼头，人要吃无？你今天要吃鲑鱼头，你要无？阿妈，开钱哦。来，后切两指四公分的大颗鲑鱼头，好。后切两指四公分的大颗鲑鱼头，这粒头哪人要吃？沙西米在那边，这粒头无肉哦。我先讲无肉，人就要开500块起条。这粒头四公分带肉给你，上无开900，八百，我要七百，不用再喊了嘛。是啊，有水无？啊，有水无？来500块给你。好。来。两个客人分到完，一人1200块的哦，来无啊？无啊啦，来收钱。哎，找这个哥哥找背吧，啊，找这个哥哥找背吧。没关系啊，他等下都给你。对呀。还没掉。好，赶紧的，赶紧的。妈，我们直接让他拿一拿。啊，等他说现在拿零钱。这种视野了哈。都视野了。是真的吗？真的很漂亮了啊，看你就知道了啊，要不要开始啊？没有，他帮你，你处理，他帮你处理啊，他帮你处理啊。他是鲜鱼上的鱼肉，很漂亮的鲑鱼啊，这样做啥心理？等级是做生鱼片的啊。来。来逛逛，在楼上吃饭，然后就下来想说买个螃蟹要回家。结果没想到，什么都买，螃蟹没买到。对啊。那你来这存几块鸟？我一直很喜欢吃螃蟹，主要是小时候养的。来这存几块鸟？一条鲤，一尾哦，大概多少重？大概多少重？14斤上。哦，14斤上。哦，14斤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今天。早上有两个客人啊，要去云林投票，一大早7:30就来这边啊。昨天就订好了，说鲑鱼直接带走啊。你们下次可以跟他一样用订的，早一点来拿，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也是帮他切好是吗？当然帮他切好啊，然后鬼妹不要他坑。来，鲑鱼头上来，拿一滴来搬下去。鲑鱼头不能叠在一起啊。哎，你点了？没有，还没有，鱼头还没鱼，那是刚刚另外螃蟹的。哦，螃蟹哈，哦，对啊，我就看你哦，刚才有。来，下一位来，东西拿上来了。布拉鱼，布拉鱼啊，布拉鱼又是布拉鱼来，我告诉你，最后可以可以可以，再讲布拉鱼来，小姐这有没有人要试试看看的？多起来了，我老妹讲话没有，我多起来了。有巧克力的，赶紧给那个姐姐吃吃看。啊，我叫姐姐啊，你要叫阿姨，知道吗？啊，给那个阿姨姐姐吃吃看。等一下会给你吃，你不用担心。啊，一定有你的。啊，好好好，听吧听吧听吧，绝对有你的。来，弟弟你要不要吃？我们拿到。吃不辣一样哈，丰富营养的钙质，超级好吃的，又不会很咸啊，可以把它当成零食来吃。啊，就我家。那我要被夹了，好好青菜。来，二给我，对，全部都给我。我你讲，这对不拉鱼啦吼，外口咧要吃，上无开2000块以上，上无开2000块以上，这对不拉鱼，三个人加分到完，一个人要互你开1000块，200块，500块，400块拢要，三个人加一个人300块的。来，
要不做吗？啊，妈，你家是怎么讲？不会哈，我在那边冲下。上次不小心被别人拍到，跑回去才没有，是被别人看到，回去还看到。可以，可以。是这边的，是别摊。来，来，三百块。你想入境是不是？来，三百块。直接帮你拍一下。慢一点，我亲自证明哦。你不要铁齿哦。上次有一个客人不服输哦，结果承诺好啊，如果重量没有超过0.5的话，要买三份哦。啊，来。我怎么讲？我手边讲话他做，来，过来跟我老师去当不认识。好，别跟你吵，可以。二舅来，谁谁的老板？去那边问一下。准备准备啦，来边玩乐，来边玩乐，来给阿爸给你打。来，这边有一个。来，还有等下那个姐姐，啊，你要叫阿姨哦，知道吗？哦，来，来这个指数了，来，下一样，这一组了哈，来春华车，123，剩下22包，剩下22包，先拿钱先领，先拿钱先领，啊，箱子的话给他一个，箱子。先拿钱先赢啊！先拿钱先赢啊！今早回去玩，多进多枪啊！每一颗都有颗粒，每一颗都有颗粒，叫亚细欧贝尔黑格鱼来。这一组花枝丸，每一颗里面都有颗粒，如果没有颗粒，拿回来退钱。前面有在卖。卖没有颗粒的4包300块，你可以去买，踊跃去买没有关系。今天我这样，厂商特别交代，一包最便宜就是180块，不用提心吊胆，一包卖光才800块。买一包回去煎，买一包回去炸，买一包回去煮汤，真的不够吃，因为超级好吃，一颗又一颗，接着一直吃。来，一包没有你开800块。来，不要！是不是在搞会啊？
来，我多多说话，大家听清楚，我有头你一个人去。要吃这条野生黑格鱼大的，这一条两斤重，找了，刚刚找了，这一条两斤重，来，一斤380，这条多少？有760，听清楚，一千个人。哎，老客人特别优待，1000块，来1000块，来红黄鱼来1000块，这尾红珍珠搁送你来，安尼开偌济来，1000块就好啦，拢给你啦，搁有爱啦，来啦，1000块就好啦，这条鱼再送给你吃啦，来啦，1000块啦，这尾你有感觉吗？你来试下，我送你吃来，1000块就好，来你就来，这尾吃下咯，搁我请来，1000块。冰点了啊！哇，我要放哪卡冰点？你实在有够歹放牌。那若是你一礼拜来10次，我哪有可能想你来？只不过你有介意啦吼，大家都有听到啦吼。平均消费一个礼拜30000在这里，吼，来听清楚了，30000打折，你哪有介意啦吼？家己抬哦，家己抬哦，300块你来。什米？害怕？这个往外贴的啦。差不多快。亚新的，啊，你跳到酷的，来啦，你往外贴的啦，青菜。亚新的，青菜。来，这样亚新 OK， 你就会谈的。接下来，好、哦，不要再猜我下一样要卖什么东西了，啊、哦，看了就知道。啊、哦，这一组超漂亮的大花枝，一只一斤上啊。哦一只一斤上，这一只您称起来要花多少钱？480块。哪边假回金？没有打过药水，没有泡过海水，没有泡过盐水，一只爱开偌济？400块。两只开偌济？开800拢大只。三只开偌济？1200块。回金买倒去拜拜，用落去到心内，买倒去摕来洗身躯，圣灵安的嘴皮拢会使。三只人1200，来，这只搁送你来1000块，这只搁请你来5只，1000块，来5只，回去啊，5只，5只，来5只，包奖。来五只先，我到了五只先啊，两只啊，三只啊，四只啊，来赶快来五只，来1000块，来五只，来五只，来多少只啊？大哥，来一组，两组，两组半，做你卖吃，只只够高，只只炸弹来吃啊！来，我跟你讲啊，有没有小家庭想要买五只太多的？没有啊，哈，有啊，来，我跟你讲。领导必须收，他领导人收少，领导问题有够多。